家庭同埋個人嘅任何天分。咁多年嚟，佢參與好多義務工作，亦都參與好多音樂嘅創作，曾經獲獎無數。2013年藝無疆界深圳展能藝術家大匯演，佢得到最年輕藝術表現獎。Supernova 嘅歌唱大賽為冠軍，義工之星、香港精神大使、復康之星、中國達人秀等等，佢全部都得到過人嘅成績。咁多年嚟，佢致力以柔軟嘅心感受世界，甜美嘅聲音感動人心。我哋今日唔單止可以重温呢一段佢喺國際聯會上嘅演出，更加可以現場一睹佢嘅風采。有請蕭海欣。Thank you.